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是我李小姐。之前呢，我哋同大家睇过一啲黄虎山嘅山景啦、河景啦，跟住咧我哋睇一个绿园景。绿园呢个咧系方向系向南嘅，比较少有房盘。这个单位业主仲系住紧嘅，佢除咗空间阔落，摆咗家私电器咧，仲系好大空间。黄虎山嘅楼底系超高嘅，业主都好有心思，厨房重新加过装修。厨房嘅侧边咧系一间工人房，业主依家攞咗嚟做杂物房。我哋睇一睇第一间客房，第一间客房嘅景观同埋方向咧都系向南嘅。我依家企喺呢个位咧，阵阵凉风吹落嚟，非常之舒服。依家睇紧系第二间客房，都系向南嘅，向南嘅方向都非常之光猛，同埋好风。呢一间客房业主放咗四尺床同埋一个好新嘅衣柜。我哋咧依家嚟到主人房，主人房业主放咗张四尺半床。我哋就睇睇主人房个透池，透池发展商嘅棉皮用料都非常之新净。最后咧，我哋睇一睇个下池，下池咧业主都住得非常之干净同埋企理，同埋。个装修都唔错，大家咧睇完呢个供应嘅单位系咪都想要要呢？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，欢迎致电俾我，我嘅电话系6680288666嘅，我系李小姐，多谢你哋。